今年威赛节，我们一起在家里做太子像吧。
辈的释迦牟尼。喜欢我的制作方法的话，记得点赞还有分享，也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在这里先提早祝大家卫赛节快乐， Happy Vesak Day。 想不想也为自己做一个太子像纸模型呢？点击下方的连接来下载哦。如果不知道太子像不想收藏了要怎么处理的话，可以看以上的视频